关于美方宣称取消美台官方交往限制的问题呢，我们前天已经表明了严正立场。美国政府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三个联合公报规定，这是美方做出的承诺。我们坚决反对美方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，要求美方立即停止错误的做法。民进党当局顽固依美谋独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必遭严惩。